他就是不想急救啊。他已经签了字。对。所以我会很伤心。嗯。先上去好不好？啊。上去再下来再好好好不好？你要跟我睡好吗？啊，我睡好。今天太小了。他就是不想急救啊。他已经签了字。对。所以我会很伤心。嗯。遇到临时的同事。对啊。那有没有说希望小孩子怎么样？他有没有说希望？有的是。现在还要去跟他。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是不可以的，早上就通知我，本来早上是你的家人还是我自己的？我已经到了楼下了，然后院长打电话给我说你没有状况不好，所以我就赶手手上就在这里。有点那个意识不是很清楚，现在他脑风干，我说我们回去可能会吃个晚饭，一同晚上再过来，因为病房太多人也不好。那他有刚刚有醒过来说话吗？有过。用笔说，叫我让他走了，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是不可以的，我非得让他走，我怎么可以这么想？我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状况还好吗？那小孩现在也在楼上。